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3年5月27日，今天是礼拜一。好，那收听收看我们飞碟晚餐这个广播跟直播的朋友哈，今天非常抱歉了，因为我们这个电台直播设备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作业啊，会 delay 哈，会往后延哈。那后续啊，我们再把这个录影后制的影片啊，放到网络上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天广播进行的同时啊，做网络的直播，这一点也要请这听众朋友谅解哈。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开直播是2018年这个开始，2018年的11月哈，很后面这个年底才开始开哈。那这个当年也是因为这个整个媒体环境、网络科技的进步，然后WiFi 啦，这个网络的这个进步哈，我们才会同步开这个直播，也是随着时代的这个演进哈。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是飞碟广播电台，我们是飞碟联播网，我们的本业啊还是这个广播，好，所以还是要回到广播的这个初衷，以广播为主哈，网络为辅，所以你看不到画面。很正常啊，本来广播就没有画面啊，广播电台哪有画面？那是后来开直播才有画面啊。广播最重要的是声音啊，不是影像啊，这是广播跟电视最大的差别。好，那这个要请听众朋友见谅，因为这个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是设备的故障啊，这一点要特别请大家这个包含。那我们电台的相关的工作同仁啊，已经这个尽力在这个抢修，希望赶快能够恢复正常。那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这个重大的新闻呢，主要还是在明天呐、啊，这个立法院的院会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任的行政院长卓荣泰啊，他礼拜五啊，要到这个立法院做施政报告啊。那这个礼拜只有明天跟后天，也就是对不起，只有礼拜二跟礼拜五这两天是院会啊。那礼拜五卓荣泰已经要做施政报告，所以明天啊，这个5月28日礼拜二，在行政院长施政报告之前的最后一次的院会啊，恐怕国民党他们希望把相关在立法院的这些重大他们要推的这个法案啊，完成三读的程序哈。那这个议事规则的一读、二读、三读，其实大部分的法案都已经二读过了哈。那三读是不能修改条文的，三读只能针对文字做修正或润饰哈，不能去更改法条。所以基本上二读通过的法案呢，理论上是已经过了，好，只剩下三读的这个程序哈。当然我必须跟各位听众朋友坦白，就是即使国民党他们在立法院推的种种的法案呢、啊，我并不是全部都赞成了。好，有些国民党推的版本跟这些法案，譬如说这个花东快啊，这个我是绝对反对的。好，我自己是花莲出生的这个花莲人，花东为什么盖快速道路呢？花东为什么盖快速道路？当然是盖高速公路啊！你什么毛病吗？为什么花莲到台东不能有高速公路呢？你知道说花莲台东，尤其是花莲的这个地震非常的频繁，你更要盖高速公路，这样了解吗？因为高速公路它的这个整个道路的规格跟品质一定是比快速道路来的这个严谨嘛，它的防震的种种的设计什么的一定是比快速道路来的强嘛，所以你当然是一次到位盖高速公路啊，你为什么盖快速道路呢？你花莲到台东盖快速道路，不是等于告诉大家说我们花莲跟台东是二等国民吗？我们不配有高速公路，我们快速道路就好了，那不是很奇怪吗？那你浪费钱去盖那个快速道路干什么呢？对不对？你当时要求整个道路品质最高最好的防震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最好的这个高速公路，当然要盖啊，
对不对？不管说你是高架的或是平面的或者隧道的种种的这个道路的设计什么的，当然是要以国道的规格，以高速公路的规格一次到位啊，那干什么快速道路啊？好，所以很多像那个什么什么国情报告啊，叫请总统到立法院去国情报告，那更是无聊啊，那这真的是没有必要啊。好，而且哈，我讲一句实在的，以赖清德总统，他从国大代表到立委，到台南市长，到行政院长，到副总统，他现在是总统。我跟你讲啊，在野党这些立委哈，你能够跟赖总统针锋相对，有这个功力的哈，其实没几个了。哎，跟在讲这些立委哈，来来来。我们来看这个，我们今天从立法院讲，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跟他提到说，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啊，刻意的去扭曲所谓的藐视国会罪。我先播这个黄杰的这个给大家听，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播过，就是黄杰啊，他在内政委员会啊，哦，对不起，他在内政委员会啊，去故意去质询这个内政部当天代理的这个政务次长董建宏。他去问他早餐的问题，这个非常的莫名其妙。好，我播一下这个，我看一下这个黄杰的这个，黄杰的影片，我上个礼拜有播过，来，我再播一次给大家听。因为黄杰这个哈，变成在三立新闻台的一个笑话。好，我待会再跟大家讲。我们先播黄杰在立法院耍宝的这个质询，好，来。首先我请教一下，请问你今天早上吃什么？为什么不回答？是在藐视国会吗？我想私人的事务应该不需要在公众表达。现在是在反质询吗？为什么可以否决我的提问呢？我早上吃三明治。你确定吗？有没有虚伪陈述？虚伪陈述照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版本，如果礼拜五他们刑法修过了，不好意思，你要关一年。这么有。这个我刚刚前面没有播好，就是他在问内政部政务次长，你早餐吃什么？好，那立法委员可以问行政官员早餐吃什么吗？这黄杰到底在讲什么呢？好，我再播一遍，再给大家听完整版的，来。首先我请教一下，请问你今天早上吃什么？为什么不回答？是在藐视国会吗？私人的事务应该不需要在公众表达。现在是在反质询吗？为什么可以否决我的提问呢？我早上吃三明治。你确定吗？有没有虚伪陈述？虚伪陈述照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版本，如果礼拜五他们刑法修过了，不好意思，你要关一年。那么有好，这个就是这个民进党的立委黄杰哈，非常这个离谱的质询哈。任何一个看过法条内容就知道说，这个不是藐视国会啊，这个也不是反质询啊，这到底在质询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不能问的，不应该问的。好，所以黄杰这质询根本就是无厘头啊，好，乱质询官员早餐哈，那全国到底有多少黄杰哈？那如果说立委自己都搞不清楚法条的内容是什么哈？那老百姓到底知道多少啊？我看那个上个礼拜五在立法院外面的这个聚集的群众，也有一些直播主去问他说，你支持国会改革吗？你支持藐视国会罪什么的？有些受访的民众连国会改革的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心想说，那立法院里面在吵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在立法院外面抗议什么呢？那你根本也不晓得国会改革的法案有哪些，那你要抗议什么？是单纯看国民党看民众党不顺眼？你到底抗议个什么东西啊？好，这很奇怪哈。那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黄杰离谱的质询哈，那没想到黄杰质询早餐呐、啊，三立的主持人啊问的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叶元之啊另外一个问题哈，那这问题我也觉得非常的看不懂。好，我来播给大家听，因为我元智兄这个录影是上个礼拜的。坦白讲，我也不晓得他们在谈什么。我播给大家听，我听不懂的啊，这个就叫大家好来。那如果这不会简单回应？你想说，假设说叶元智问我说，
我俊俏吗？他俊俏吗？我说不俊俏的话，那他会怎么样罚我呢？不俊俏就是我就會說也是藐，我就尊重你啊，藐视国会，尊重你没有尊重你。没有，那如果俊俏呢？俊俏虚伪陈述。那如果我问说，那你说呢？那你说是反质询？那我说，我不知道哎、欸。拒绝回答，拒绝回答。我要被关几年？全部都是这个藐视国会。以上皆是。对，全部都要关三。不会啊。提问的是三立的女主持人啊，那中间两个插话的男生，一个是叶元之，一个是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啊。我请问大家，这个政论节目的内容跟黄杰咨询吃早餐有什么不一样？这相似度87%呀、啊！你怎么会在立法院的质询？你怎么会问立委会问官员说你俊俏吗？还是我俊俏吗？这是什么问题呀、啊？什么叫做俊俏啊？也显然三立这个女主持人不晓得她在问什么啊？那你的水平跟黄杰有什么不一样？黄杰问内政部的政务次长说：“你早餐吃什么？”我早餐吃什么？干你什么事啊？啊！你立委质询我内政部的次长早餐吃什么？你有什么毛病吗？你有什么资格当立委？三立的尊爱，你俊俏吗？俊俏是什么意思啊？那王义川跟着那边瞎掰啊！这个就是三立的政论节目啊！我要请问元之兄，你在旁边看，你看得下去吗？三立的主持人跟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两个在那边一搭一唱，你坐在旁边干嘛呢？你到底是在冲啥？立法院都正面呀，立法院内、立法院外，你现在在三立的政论节目在谈这个，你俊俏吗？啊，什么虚伪陈述，什么反质询，什么藐视国会，你们到底在瞎掰什么啊？黄杰在立法院瞎掰，三立在政论节目上瞎掰。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回来继续聊。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飞碟电台的这个直播设备有点这个故障，所以没有办法做同步的直播，再次的跟大家说明跟致歉。好，我们回到节目内容，刚播这个上个礼拜三立政论节目在提这个藐视国会罪啊。三立的女主持人问俊俏，我是听不懂了。那我不晓得叶元之到底听懂了没？我因为他在现场是唯一国民党的代表，我再播一次给大家听。来，那如果这波简单回应，一张的假设说叶元之问我说我俊俏吗？他俊俏吗？我说不俊俏的话，那他会怎么样罚我呢？不俊俏就是也是藐，我就尊重你啊，藐视国会，尊重你没有尊重你。没有，那如果俊俏呢？俊俏虚伪陈述。那如果我问说，那你说呢？那你说是反质询。那我说，我不知道哎、欸。拒绝回答，拒绝回答。我要被关几年？全部都是这个藐视国会。以上皆是。对，全部都要关三。我不晓得他去上这个节目是干什么。不是，你怎么还跟他一搭一唱呢？你什么毛病吗？我是没有机会参加三立这节目，我一定当场跟主持人讲说不可以问俊俏啦，你当什么主持人啊？没有立委在问这个的啦，当然是问预算、问法案、问政策啊，怎么会问说那个官员你觉得我俊俏吗？你举这什么例子呢？这你这状况跟黄姐有什么不一样？你今天早餐吃什么？你们怎么都问这种问题呢？叶元之，你应该当场痛斥这个主持人说，那个这位主持人，你问的问题跟我们现在推的法案是完全无关啊！你当然是针对立法院立委的职权嘛。你今天行政院其他的部会他们送进来立法院的是什么？一个就是预算案嘛，一个就是法案嘛。那你就这个预算跟法案的内容去质询，哪有人问说我俊俏吗？你俊俏吗？你们是在撩妹吗？我很想请问，因为这个主持人我是不是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啊？你在三立主持政论节目，你连这个都不懂吗？不能问这个啊！王义川讲的都是假的，都是瞎掰的，什么什么虚伪陈述，什么反质询，哪是这个意思啊？
哎，说你们，我去年就讲了，国民党的党公子都不要再去参加三明治的节目，你讲不赢的、啊。我讲几遍了、啊，你讲不听呐、啊？你这大对洗地，我实在不懂哎、欸，这已经今晚国民党是居于劣势啊。虽然表决会赢，可是没有用啊。今天柯建铭又出来开记者会，柯建铭跟你呛说他一定会释宪。你明天在立法院内外表演耍宝，你哎，我跟你讲啊，上个礼拜大法官不是做出新的判决吗？针对这个什么什么侮辱公署的那个杨慧如那个事情吗？你看大法官多机灵哦，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大法官会做出什么解释啊。好，我简单讲哈，就是你最后释宪啊，柯建铭他们不会释宪一条，他们会释宪很多条。好，你通过很多国民党，你跟民众党通过很多法案，对不对？我通通丢大法官，然后呢，大法官会怎么处理？我现在就告诉你哈，大法官啊会面子给国民党，里子给民进党，什么意思？你们送来的这个条文哈，法律的这些修正案等等哈，部分是合宪的，但是有部分是违宪的。嘿，大法官那些叉叉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吗？部分是合宪，部分是违宪呐。合宪的部分哈，给国民党跟民众党面子啊，我给你面子吧，有部分是合宪的啊，你有台阶可以下、啊、但是比较关键的部分呢，他里子要给民进党啊，因为大法官都是绿的 啊部分是违宪的啊，这个违宪那个违宪那个违宪啊，这个给民进党啊，那个比较没有争议的啊，这个给国民党，嘿啊，大家都不要再骂大法官了好不好？杨慧如的案子他不是这样子判吗？还有部分是违宪，部分是合宪，你写的考、哦，你做那什么判决，做那什么解释啊？有侮辱公署的言论自由吗？杨慧如跟那些 PTT 的叉叉在网络上是怎么带风向的、啊？你都公阿丁做下判决，做下解释哈、哦，还不如卖垮公警察。我现在就告诉你，大法官会做什么样的解释的、啊。我提前好几个月就告诉你，你到时候再来看好不好？你到时候来看柯建铭他们去跟大，因为很多朋友比较年轻哈，柯建铭跟大法官打交道哈已经很多年了，从以前陈水扁当总统的那个年代哈，经常找大法官释宪呐。你以为他是新来的，他是老鸟啊，他玩很多次的，你玩不过他的。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玩不过他了。来，我们回到这个藐视国会罪哈，我对袁志兄的这个表现呢、啊，非常的遗憾呐、啊。然后三立的主持人还呛他说：“你是立委。”好，这一段我来播给大家听。我也不晓得他们到底这种节目到底是什么意思哈。这个三立的女主持人直接问议员之25条哈，所谓的25条是什么？就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好，这几天你看黄国昌啦、苗博雅啦，他们在吵的都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好，那25条在讲什么？你看三立主持人怎么问，你看叶元之怎么回答。那中间插话那个呢，还是王义川。来来来，25条内容是什么？25条内容应该是什么反质询什么的吧？就是质询范围不能够超过那个质询内容嘛。你问我第几条？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就是说，比如说我问王义川的问题，他不能够回答我超过我质询的问题啊。我问他说你体重多少？他不能回答我说：“哎、欸，我从小很多女朋友，就是讲这些不相干拖时间呐、啊。”那应该是讲那个反质询是不是？因为你问我条文，不是你问我，我还问你，你是立法委员呢。质询的答复不能超过质询范围以外，并不得反质询嘛。那可不可以问，什么叫反质询？反质询就是，哎、欸，你最好问你啊，你知不知？你假设你是交通部长，问你说花莲要盖20条捷运，你支不支持、嗯？我支不支持？我支持啊。啊，我如果回答支持、欸，因为这假设性问题，你回答支持吗？那就这假设性问题，那就要做啊。那板桥盖50条捷运，你支不支持？支持支持，我们马上规划。你通通支持，马上规划。你通通支持，马上规划。不然人家，那他到底在讲什么？那为什么主持人问他25条，他答不出来呢？那问我好了，我答得出来，我去当立委好了。
那你去上电视，你那个二十五条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这样上电视干嘛呢？还被人家笑说，你还问我，我问你，你还问我，你是立委、欸，啊？那你怎么会举那个例子？你怎么会问王义川体重多少呢？不，没有人在问这个的、啊。那你问他体重多少，跟问他俊俏，跟他问他吃早餐，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我不太理解你们这个对话的这个争论节目在讨论什么。假设你是交通部长，我质询你，花莲盖二十条捷运好不好？当然不好，花莲盖二十条捷运干嘛、啊？花莲总共人口才三十几万，你盖二十条捷运，你给谁搭啊？板桥盖五十条捷运，你举这什么例子啊？王一川问我，我绝对很勇敢的呢啊。花莲盖二十条捷运，你没有别的例子可以讲了吗？你是台大的博士吗？他还真的是台大的博士啊！王义川是台大的博士啊！花莲为什么要盖二十条捷运？你是交通的博士，板桥要盖五十条捷运，你举这什么例子？你没有别的例子可以讲吗？这没有准备嘛？你所以我哈，我讲实在话，袁志兄这个表现离谱啦。那是法条也讲不出来，反质询是什么讲不出来？那你去参加三立的政论节目要干嘛呢？你要有备而来，你准备好的再去啊！我是要看你去电王义川，而不是你被王义川电啊！是他这个内容你有听？我是听，我坦白讲，我听不太懂呢。是大家聊得很开心啊，那女主持人还跟他嘻嘻哈哈、啊。这节目怎么那么欢乐啊？你有欠人不？哈，我看我也去参加一下好了。你们怎么聊得都那么开心？蛮欢乐的节目啊，没什么内容啊，大家都就是随便乱讲就好了，也没有。我看其他来宾都坐在旁边，你们都是领车马费的、哦，就看叶元之跟王义川两个在那边乱讲，这样你们坐在旁边干嘛？领钱？这个好奇怪啊。安逸惨啊！来来来，我再播一次给大家听来。二十五条内容是什么？二十五条内容应该是什么反质询什么的吧？就是质询范围不能够超过那个质询内容嘛。你问我，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就是说，比如说我问王一川的问题，他不能够回答我超过我质询的问题啊。我问他说你体重多少，他不能回答我说，我从小很多女朋友，就是讲这些不相干拖时间呐、啊。那应该是讲那个反质询是不是？因为你问我条文，你问我，我还问你，你是立法委员呢、欸。质询的答复不能超过质询范围以外，并不得反质询嘛。那可不可以问，什么叫反质询？反质询就是，哎，你最好问你啊，你支不支？你假设你是交通部长，问你说花莲要盖二十条捷运，你支不支持？我支不支持？我支持啊。啊，我如果回答支持、欸，因为这假设性问题，你回答支持吗？那就这假设性问题，那就要做啊。那板桥盖五十条捷运，你支不支持？支持支持，我们马上规划。你当然支持，马上规划。你当然支持，马上规划。不然板桥盖五十条捷运，马上规划。板桥人口才六十万，盖五十条捷运，你开什么玩笑呢？不是叶元之，你为什么要跟王义川配合演出呢？不。你的工作是立委啊，你不是名嘴呢。你好不容易选上立委，然后你跑去三立跟他一搭一唱，你到底是哪一党的、啊？我看不太懂啊。你到底是你打谁啊？这是什么节目？这综艺节目吗？大家聊得很欢乐啊。啊，这里面他们还提到一个叫做板桥老人会哈。我是真的看不懂，我跟你讲，我跟大家报告，我有赖叶元之啊，因为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好啊，后来叶元之还直接回电给我，我真的听不懂那个板桥老人会在讲什么。好，因为三立他们这个是 highlight， 所以他们是有剪接过的。那坦白讲，我也没有兴趣去看全文是什么。好，那王义川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哈，板桥老人会啊，好。骂国民党，板桥老人会骂叶元之，好，
然后国民党在立法院呢，就会把老人会哦抓去调查，抓去质询了。可以这样子吗？因为王义川是交通的博士哦，他到以前台中市的交通局长，他林佳栋的人呐、啊。我是不晓得他对立委、对这个政治到底了解多少，我很怀疑呀、啊。好，照王义川举的例子哈、哦。板桥老人会如果骂国民党，或者板桥老人会骂叶元之，立法院可不可以把老人会找来？哦，你骂我，我是国民党呢，我是立委，板桥的立委呢，你老人会为什么大家在骂我？我把你叫来立法院备询，我来质询你，好，然后你如果虚伪陈述，你就是藐视国会，好，你如果反质询就怎样怎样什么，哦，被来板这类老，可以这样子吗？就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吵的这个所谓的国会改革无法，假设就照王义川举的例子，板桥老人会骂国民党，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不，元之兄，你要讲啊，那你坐那边干嘛呢？你是代现场只有你一个是国民党的，你是代表国民党去立个王义川共，你是王义川是民进党不分区现在排第一名啊。只要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男的，因为男的补男的，女的补女的、啊、他是男的地补的第一名啊。那王义川他在三立节目他就直接乱讲啊，啊，板桥老人会骂国民党，你要直接很明确告诉他，那个义川兄没有这回事啊。立法院修法的版本我们大家人手一份啊，有现行的版本，有国民党蓝白的版本，也有民进党的版本。好，这个版本我们上礼拜拿给大家看过，那个一个小段落，刑法141条之一的。他本我跟你讲，任何一次的修法都是这样，第一个就是现行版本嘛。然后以前在这个没有民众党的时候，就是蓝绿的版本嘛。啊，三个版本并成，然后大家来讨论来表决啊。立法院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啊。那我们回到板桥老人会的问题。板桥老人会批评国民党，立法院可以办这个老人会吗？好，这两天那个沈博洋啊，这个黑熊学院的这个民进党不分区第二名的这个刘美博士，他一样在做认知作战，自由时报一样配合演出啊。我就问大家，我就拿王义川板桥老人会的例子，请问立法院可以质询一般民众吗？立委可以质询一般民众吗？譬如说我。好，这个内政委员会或者司法委员会，好发通知来。那个我们哪天开委员会，陈辉文你来备询，我应该去吗？他可以发通知给我，叫我去备询吗？他敢发通知来，我一定开直播，当场把那个通知撕掉，我就撕给你看了、啊。立委可以质询民众吗？啊？然后立委质询民众，然后藐视国会就罚钱了、哦。那沈博洋刘美博士啊，大学教授啊，哎，我想请问沈博洋，大法官的解释写的那么清楚，你看不懂吗？我因为时间关系，剩一分多的时间，我也不要跟大家东扯西扯。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立委可以质询谁啦？我跟你讲哈、哦。立委只能质询行政院的官员啊，好不好？这样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好了。板桥老人会立委永远都质询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管不到我啊，我不归你立法院管啊，你凭什么叫我去备询？那什么情况立法院可以叫我去备询？我举例给你听哦，譬如说我成立一家小吃店啊，然后呢我去参加快筛国家队啊，哎、欸，有 inside story 告诉我说，哎、欸，那个快筛政府要开放，你赶快去进口一批，然后可以大捞一笔。很多人就这样子啊，鸡蛋也是啊。譬如说我成立一家鸡蛋公司，我去巴西去哪里买了一大堆鸡蛋，然后我再转手再卖给政府，我赚一笔，对不对？譬如说我开家这个公关公司，我专门帮行政院的部会做1450做网军，我有去拿标案。有没有？那这个时候我就得去啊？为什么？因为我就不是一般民众啊，我有参加快筛，有参加鸡蛋，我是1450，
那你有拿政府的标案，立法院是可以传你去的、啊，这样大家理解吗？那谁叫你要拿政府的标案啊？我当然立委可以调查、啊，为什么不能调查？那像我一般民众，我现在跟政府的标案一点关系都没有，台电一年也没给我50万啊。你立法院通知我，我是懒得理你的，我不跟你交上多少年啊？这样大家理解吗？不要再被民进党骗了、啊。贝蒂晚餐，我是陈慧文。那刚刚跟大家解释这个立委质询的这个范围哈，这我们的宪法政修条文规定得很清楚，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好不好？所以行政院以外的，譬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台中市长之前不是那个瘦肉精的事情吗？立法院可以，立委可以质询台中市长吗？当然是不可以啊。你可以质询行政院的官员，可是卢秀燕不是行政院的官员啊。那谁可以质询台中市长？当然是台中市议员啊，怎么问这种问题呢？对不对？那回到我刚问你的，官员可以质询民众吗？当然不可以啊，你质询我干什么？你质询我你看啊，那个你错，你凭什么质询民众啊？你不能质询一般老百姓啊，这样大家理解吗？沈波阳，你的博士是怎么念的、啊？你跟政府的标案、跟公共工程都没有关系，那立委怎么可以质询你呢？我就讲周玉蔻好了，周玉蔻每年拿台电50万、啊、我今天立法院如果有专案小组，我是立委，我可不可以调查周玉蔻？当然可以啊，你为什么拿台电50万？你拿台电50万，你做了什么啊？我当然可以调查、啊、那像我台电没有给50万呢，你叫我去干嘛？你叫我去你试看看、啊、我很顶慌那个李龙，莫名其妙啊！你不要恐吓民众嘛，民众是无知的嘛。我跟你讲，民进党三明治、哦、跟这些三立他们就在玩政治作战啊，会调查你啦啊，你会藐视国会。我告诉大家哈，我就是藐视国会，为什么？就像那个王必胜啊，王必胜不是要跑去那个什么什么金控啊，怎么年薪800万那个有没有？他就呛王宏威啊，王必胜呛王宏威说：“我就是藐视国会，你来办我啊！”可是我告诉大家，那个好笑的地方在哪里？因为王必胜已经没有公职了，王必胜现在跟你我一样，他都是老百姓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藐视国会啊。我还藐视总统府嘞，不行哦！哈，最高法院是最烂的、啊，最烂法院啊！我藐视最烂法院啊，怎么样？可是我不是公务员啊，好不好？公务员是不能藐视国会，但是我不是啊，我是老百姓啊。所以王必胜呛王宏威说：“那你帮我藐视国会，嘿，都是内行的装外行的、啊。”王必胜，你已经是老百姓了。没有藐视国会的问题，谁有藐视国会的问题？你有备询的义务，你必须到立法院去备询的。好，比如说你是国防部长，好，你是这个金管会某基金的这个董事长，好，这一种的立法院管得到你的，你才有藐视国会。但立法院管不到我啊，我就是藐视立法院啊，不行哦。而且为什么要这样骗人呢？啊，我跟各位讲哦。民进党玩这种认知作战，国民党根本不是对手啊。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媒体是支持民进党的、啊。这样大家理解吗？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好，大部分都是挺民进党，因为挺民进党才有奶水可以喝啊。啊，满东差不多就通一起啊。中天都被关台啦、啊，关台几年啦、啊？谁敢监督民进党？你皮在痒啦、啊，啊？你 NCC 没有办法修理你吗？对不对？那大家都去讲民进党的好哦，好可怕哦！啊，这个法通过的老百姓也会被抓的，这边通通在瞎掰。我再讲一遍哈，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的院会跟委员会没有资格，没有法律的授权，他没有办法质询一般的老百姓。像你跟我，我们跟政府的所有的部会、所有的标案、所有的公共工程都没有关系的，你为什么要怕立法院呢？你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骗呢？为什么？
你不要跟那个在立法院外面抗议的，哎，里面在吵什么？不知道啊，里面在骂什么，在吵什么？不知道，那你去抗议什么呢？你是去吃便当吗？去领便当哦？来对地插下，你嘛唔知，你嘛刚倒刚黄一干，不是很奇怪吗？他们在里面吵什么，你也搞不清楚，你嘛你干当嘿嘿给哦？哎，这就是盲目啊！好，但是我必须讲，民进党这个认知作战实在是你，我刚播三 D 那个，我不要再播了。哎，讲的跟真的一样啊！我没有办法理解叶元智为什么要配合演出。你配合三立演出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要加入三立，还是你要加入民进党啊？跟着王义川，跟着主持人在那边一搭一唱，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哎，我讲过了哈，我再讲一遍，我不认为叶元智他们去参加三明治的节目哈，对国民党有加分，我不觉得。我不觉得对国民党加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他们去对他们自己也没加分、啊、我不晓得元智兄能不能体谅我的这个用心良苦。你对党没有加分，对你自己的党没有加分，对你自己也没加分、啊、那你去干嘛呢？你没有办法为你的党辩护，你也没有办法，那么你也没有痛电王义川啊。你看，这跟他们一搭一唱，在配合演出，还有说有笑。你到底这安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不太懂啊，好不好？民进党认知作战是一流的，他控制了大部分的媒体啊，网军、PTT、D 卡那些民进党的侧翼很凶的、啊。那你认知作战玩不过他，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你就不能犯错。你没有犯错的本钱，你也没有犯错的空间，你要表现的比民进党更好，你方方面面，你每一个程序都要无懈可击，不能有任何的把柄，不能留任何的小辫子、啊、不然你是要跟民进党赢，你玩不过他、啊、好，我们看这个上个礼拜五在立法院的内外的机器演出之后呢，这个赖总统啊，这个写脸书相挺、哦、立法院是内外夹攻啊，结果赖总统呢，这个高度肯定民进党的这些立委，还有这个感谢哈，在立法院外面抗议的这个民众哈，我必须讲哈，赖清德这是赖清德党主席应该做的事情啊，民进党党主席嘛，民进党党主席为民进党的立委天经地义嘛，民进党的党主席感谢立法院外面的民众，这个也合理嘛。民进党主席可以这么做，但是总统不能这么做啊！赖清德当了一个礼拜的总统，他把总统做小了。好，我们宪法规定很清楚，院跟院之间哦，他讲的是，譬如说立法院跟行政院，或者立法院跟司法院哦，院跟院之间有任何的纷争的时候，是总统要负责调停的、啊。我们有五院嘛，总统是高于五院，总统是最高的啊。赖总统，你不能跳进来啦！你干什么总统啊？你是真的不知道吗？你不能涉入政党，这你比政党还大、啊。所以我们刚刚还在 TPP 讲，赖总统你退出新潮流是不够的。这严格讲起来，你应该退出民进党，因为你身兼民进党的党主席啊，对不对？你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中华民国总统，一个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哪一个比较重要？当然是总统比较重要啊。那你今天不管是脸书发文也好，或是你对立法院内外的这些争议也好，你不能有立场啊。为什么？因为你是总统啊。这样大家理解吗？赖清德总统你有 40% 的得票，可是你不能只当 40% 的总统啊。另外60%没有投票给你的，看到你还是总统，不管他喜不喜欢你，不管他有没有投给你，你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你不能忘了你总统的层次、高度跟格局，你的身份是什么啊？哈，你这个哈，就有点像那个新手上路啊，刚当总统，不知道轻重缓急啊，这只怕说。赖总统身边的人不敢劝他，因为赖清德是个很拗的人啊，
以前在台南市长都是这样，现在做总统，我都要来支持柯建铭，我来支持这个卫冕民进党的这些立委啊，场外抗议的朋友你们好辛苦，你不能讲那些啊。赖总统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啊？还是你打算告诉我说未来这三年多你要跟大家对着干，每天立法院内立法院外吵吵闹闹，什么复议啦、释宪啦、什么不信任案啦、解散国会什么的，你要一个一个玩吗？你要这样子一路吵下去，你的第一个任期四年要这样子吵下去吗？这个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吗？每天吵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我想请问赖总统哈，立法院外面这些人，有人说十万，有人说一万四，我也不晓得是多少人呐、啊。好，我播一段给大家听，我这我干嘛？哎、欸，今嘛去抗议人就派，还敢呛警察哈？嘿，我这个我坦白讲，我比较不可思议，因为我自己以前跑警政署，以前跑台北市警察局哈，这呛警察竟然这么凶哈，我播给大家听来。抗议民众恐吓警察，说要撂人来。民进党狂挡国会改革法，号召群众上街包围立法院。带头成抗的染毒网红要求警方临时封闭车道不成，竟然扯民代嚣张呛警。说好是两道，有没有讲有三道？刚才严议员，我们也是帮他处理呀。严议员说好10:03，现在几点？你跟我现在几点？我跟你说，我们那边我不能接受你们搞党部的人不在就这样，搞党部的人不在就这样。民团意外爆料，有党部人士在场，难道抗议群众真的是绿营搞出来的动员力？哎、欸，这个抗议的我不认识啊，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小弟才疏学浅，这是陈抗的。哎、欸，你是你拍啥啊？你有什么身份对着？你有什么资格对着警察这样子大吼大叫？你在哭什么、啊？赖清德总统，你支持这样的抗议吗？啊，有党部的，党部了不起，市议员了不起哦。你笑死人了、啊！台北市议会有60几个市议员，我跟大家报告哈，有好几个市议员我还叫不出名字。严议员是谁啊？啊，是那个8000块房租那个议员吗？他这样讲，我也听不出来是谁啊！来，我再播一次，因为我听不太懂。嘿，大家一起帮我解惑，哪一个严议员啊？来。抗议民众恐吓警察，说要撂人来。民进党狂挡国会改革法，号召群众上街包围立法院。带头成抗的染毒网红要求警方临时封闭车道不成，竟然扯民代嚣张呛警。说好是两道，有没有讲有三道？刚才严议员，我们也是帮他处理呀、啊。严议员说好10:03，现在几点？你跟我现在几点？我跟你说，我不能接受你们搞党部的人不在就这样，搞党部的人不在就这样。民团意外爆料，有党部人士在场，难道抗议群众真的是绿营搞出来的动员力？封个车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啦？您到底是在拍？各位同学，你们有听懂吗？哈，他讲什么哈？我无法接受，只要党部的人不在就这样。那是哪一个党部啊？是柯文哲的民众党吗？还是朱立伦的国民党？我不能接受，只要党部的人不在就这样，是怎样？是要听你的、哦、警察听你的、啊、你是警政署长啊，你这么大我好怕啊，警察听你的，你要封车道就封车道，你要呛警察，现在是几点，干你什么事啊？你有什么资格呛警察、啊、我就引述上个礼拜大法官做的那个叉叉，我请问大家，这个有没有妨害公务？这个有没有侮辱公署？警察维持秩序封车道还要你来指挥哦？啊，你是在拍啥啦？你是大声啥啦？你有什么民意的授权吗？啊，你是立委吗？还是你是市议员？那警察为什么听你的呢？还是你后面有赖清德？哦，怕你后面是赖清德，你后面是三明治，我就惊哎，我惊到要死呀！谁理你呀、啊？想说，欸、这真的很好玩。我想说，奇怪，这个陈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那啊，嘿嘿狗，还有什么党部的人是哪一党啊？哈，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是哪一党？哪一党这么嚣张？哪一党这个气焰这么狂傲？哦，你怎么样？我怎么样？我的警察地画帕拉克呐！
我觉得这个台北市这个警察这样的处理很软弱啊。你跟这些陈抗的叉叉，你在跟他客气什么？我维持车道这些维安什么，我还要跟你报告？那你又不是立委，又不是市议员，我干嘛听你的？就算你是立委是市议员，听你的意见是给你面子啊，那也不是立委跟市议员能够管的、啊，好不好？到底是哪一档啊？大家自己猜吧。谢谢，明天见，拜拜。就爱点你 UFO。